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我是龙展汽车的苏学敏，今天来介绍这一台是2019年的 RAV4 2.5 油电款式的车子。这台车它最大的特色当然就是马力够以外，就是省油，不用担心油耗的问题。然后这整台车跟新车一样，一手车原板件，整台车况都完整，都没有碰撞。此车目前新车的售价是125.8万，目前我们开的蛮优惠的价格，只要105万就有了，而且不用等车，新车你还要等两三个月。现在马上来龙展，台南的龙展汽车，马上来看车，就可以马上牵回家了。此车目前行驶的公里数是17000，然后此车油电的2.5油电的款式，它的平均油耗是在21公里左右，所以说非常的省油。然后这台车还有配备跟车、车道偏移。此车的影音配备它有 Apple CarPlay 以外，它还有加装原厂选配的那个导航。这一组导航的话，选配价格要在6万多特试车的价格。还有选配的360度的环境。360度环境的影像，这是选配的，还有电热椅、电子刹车，然后 iK 的免钥匙启动，等于说是全配备电动的记忆驾驶座椅。现在看这台车子，整台车子就是原板件都原漆，这个每个板件螺丝头的部分都没有拆过，然后它本身是直列式四缸，然后搭配油电的混合系统，的这颗引擎，2.5的，本身2.5开起来马力也都有够然后又省油，此车配备还有电动尾门，蛮方便的。此车为2019年 RAV4 油电影音特试版，车价是125.8万，然后此车目前我们的优惠价是105万，然后现在目前这款车市面上都缺车，要等车，尤其是油电款式的市面上很少，此车可以说是性能还有油耗都可以发挥的不错，蛮省油的一款休旅车，希望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来台南的龙展汽车看车。实在就是 SUM。